全在这儿了。嗯，好。来人，把箱子抬走。是。爹，这些文物不能给他们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听我说，小鬼子准备了毒气弹，要炸死我们。什么？ 这就是。别动！老师长，都给我听着，都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你们大当家的和你们的大小姐。周义父，你太不讲信用了。哼，信用？信用值多少钱？况且你们都是些土匪，谈何信用？元清。 准备好信号弹，通知赤坂少佐准备开炮。是。不等了，开炮！ 鬼子，你们可真够王八蛋的，连自己人的死活都不管！老子告诉你，敢动一下，我就把这炸弹扔了一起死。小二，走！追！等一下。 他们手上有毒气弹，我们现在追不方便，赶紧通知山下的石人和美惠子，让他们准备进攻。就算是没有毒气弹，我们一样可以打进鬼谷山。嘿。 枪都给我放下！你们的老大和大小姐都在我的手上，谁敢造次，我要了他的命！日本人攻山了！哼，日本人已经攻上来了，文物已经拿到手了。洪大炮，留着你也没用了。 走，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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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
你们给我放下，要不然我杀了你们家大小姐！兄弟们，都别管我！ 现在不要动弹，先把他留着。值班少佐，文物都已经找到了，全部都在这儿。好，把他们都杀了！畜生，你们都畜生！住手！先别杀他们，少佐。这些土匪个个凶狠无比，留着都是祸根，为什么不全歼他们？我知道这帮土匪都会死。 但现在留着他们还有用，有人质在手，现在在外面的新四军就不敢冲进来，明白了吗？嘿，听我，听，走。 外面的人听着，鬼谷山上的人都在我们手里，你们要敢进攻，就把他们全杀了。走，滚！将军，怎么办？等一等，看看情况再说。 少佐，虽然现在文物到手了，外面还有那么多人质，但现在新四军在外面包围，我们出不去始终是个麻烦。少佐，要不咱们先吃人质突围吧？不用，咱们只要做到安静的等待就可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们在出发之前，宫本司令已经交代过，我们攻打鬼谷山，其实只需要5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出去的话，他自然而然会派兵来攻打这里。到那个时候，新四军就一个也别想出去。 队长，红衣他们全被鬼子抓了当人质，我怕他们挟持人质从这里突围。不，他们不会冒险突围，这本是在拖延时间，目的是等朝阳城宫本的救兵。如果我们撤了，这儿所有的文物都会落在鬼子手里，鬼谷山的弟兄全得被鬼子杀了。如果我们不撤，一会儿鬼子的大队人马全都到了，我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听老子的，速战速决。刘伟，你们这边，夏儿，我那边。好。 少佐，文物既然到手，我们该怎么处理？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火速送到大日本帝国去。嗨！嗨！警备！ 好好好
我们杀了他，跟队长报仇。给我冲！好，走，走，走。是为我爹的，这一刀是为了鬼舞山的兄弟们的。先撤，赶紧报告宫本司令，说这里情况不妙，请求支援，快去。嗨嗨，小二，彪子，你们干掉他们，我跟影子留下来对付赤坂。队长，可是别废话，赶紧走。
会更危险的。快，执行命令。于静，你们也别想离开鬼谷山。赤坂龙一，老子告诉你，这是中国人的地盘，你来中国就是来侵略，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。小鬼子，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
是，我们把石爷也干掉了，外面的鬼子已经被我们杀光了。好，兄弟们，小鬼子马上增援就到了，咱们赶紧带着文武撤。是。是少佐，石爷、石原全都斩完了，一群废物，没用的东西。对不起，司令，不是我们皇军无能，而是新四军这支队伍实在太强大了。别说了，没想到中国人竟然这么难对付。他们国力贫弱，武器低劣，但是他们民族团结，威武不屈。要战胜这样的民族太难了，太难了！你们知道吗？啊，中国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，现在这条巨龙被我们惊醒了。想想吧。等待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将是多么可怕的未来呀。报告司令，起码少佐还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起码少佐还没有死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起码少佐还没有死。太好了，赤坂君还活着。真的，一定要派最好的医生把他救回来，抢救回来，让他活着。医疗条件不行，就把他送回日本，送回日本，快！